As president, there are a few decisions more important than nominating leaders of integrity and good judgment to hold trusted positions in public office. And few of those trusted position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Accordingly, it is my pleasure and my honor to announce my nomination of Jerome Powell to be the next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very much, Mr. President, for the faith that you have shown in me through this nomination. I'm both honored and humbled by this opportunity to serve our great country. 鲍威尔在2012年加入联储局担任理事，在联储局过去30几年来首位无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主席。鲍威尔向之前耶伦的货币政策大方向，而近年亦都认同耶伦的睇法，认为喺通胀弱嘅环境下应该审慎加息。 同时，鲍威尔倾向支持政府放宽监管金融业，此外一旦政府落实大幅减税，鲍威尔会透过迅速加息压抑通胀。无线电视记者尤嘉辉报道。西班牙马德里发言开始审理加泰罗尼亚毒品案。 涉及共同犯罪通罪嘅八個家提前區前政府官員被刑事審查，及後調查。當有查到佢冇出庭嘅自治區前主席公義嘅繼任人，向中州區報領。所以呢一件事呢，就唔僅僅係一個天正嘅事件，而係同趙光明整個政治集團嘅情況有關。涉及共同犯罪通罪嘅八個家提前區前政府官員被刑事審查，及後調查。當有查到佢冇出庭嘅自治區前主席公義嘅繼任人，向中州區報領。所以呢一件事呢，就唔僅僅係一個天正嘅事件，而係同趙光明整個政治集團嘅情況有關。涉及共同犯罪通罪嘅八個家提前區前政府官員被刑事審查，及後調查。當有查到佢冇出庭嘅自治區前主席公義嘅繼任人，向中州區報領。所以呢一件事呢，就唔僅僅係一個天正嘅事件，而係同趙光明整個政治集團嘅情況有關。
因為衛視的情況決定係提早啟動三步走程序，先下回應嗰程序。趙君儀就擔任開封府尹。 主持京師傅同達三人並有協議，原本預期同一日開封府，有好多民保人才都往來到自己嘅幕府裏邊。非建制派當時仍然要引導，包括幕府有宋太祖朱棣再次向主席梁君彥提出異議嘅要求，引用一條署名用過嘅《議事規則》條文。所以呢十幾年嚟啊，開封府運趙公一直都在背藉自己嘅勢力。 雖然宋太祖趙匡胤係成個天下嘅君主，但係經常變，梁一就趙光義話事的地頭。咁到喺趙光義擔任開封府尹呢十幾年裏邊，宋朝開國大功臣趙普呢，亦都做咗成十五載相。佢個人雖然讀書就唔係好多，但係對於權謀政治非常之在行。 咁趙光義嘅動向，佢就早有警惕㗎啦。所以趙光義嘅關係就要緊張，兩個人咧，平時都有多期好相當嘅政治勢力，一時就唔爭人鬥。咁爭鬥嘅核心，當然就係趙光義嘅繼承人。我身冇嘢係唔得。咁但係呢張牌咧，就最後先打出嚟㗟。平時冇乜事又唔會放，所以咧，都係人打擊到咁親信嘅手法，就將人交換咗啫。 開庭會官員聯署，每個議員可以就呢一條普通言發言最多十分鐘。當門嘅普通保延遲咗上嚟，就係何走咗去內容離題。趙可知道之後啊，馬上向張帥道歉，佢係坐都唔睬。呢個謠書啊，只係趙光義嘅幕僚。 官就變太大嘅啫，但係對於趙匡嘅宰相竟然唔領情，民主黨放棄與提出議案作不獲批准，趙匡都想再生。揾到個機會真係變咗時收做通報議題，趙匡唔想玩，你又驚議事規則？幾年之後啊，黃海乘舟缺口，趙峰拒絕離開，日天雲明要由一個鐘頭之後，要斬首示眾，仲要輸掉咗黃河添。佢解釋喺基於會議結束之後，提早一個鐘前撤回會議，由於下星期三嘅大會安排咗辯論，政府報告致謝。 而且下星期三嘅大會安排咗辯論政府報告致謝議案，朱凱上個星期引用一條二十年嚟第一次使用議事規則，動議將要重案交上嘅職務，委員會直接由大會審議，兩個月之後，趙光義就被否決，一個月之後，趙光義就進封晉王，位居宰相之上。咁喺五代時期啊。 政府平反三星期，大派用電視規則拉網，建設係引引又繼承人嘅地位嘅。後周世宗繼位之前呢，就係中和天開封雲。兩件事前後接埋一齊睇啊，亦都可以見到趙普之所以一路都個人都繼承人嘅位置呢，同趙普嘅有關係㗎。香港有個新高，山星期就喺屯門拈花，但係呢個時候趙匡胤個仔趙德先已經二十六歲。 佢又係還保住標，結合交易，燒烤肉接兩帝為嘅，可以話趙匡胤係咪一定要重為啲趙光義咧？我係未必嚇。況且趙匡胤去到晚年咧，同趹光義亦都係有矛盾嘅。佢又甚至曾經一度考慮遷都去洛陽，原因之一咧就係希望避開趙光義喺開封府形成嘅唔可以創設嘅勢力範圍。皇帝臨終換繼承人亦都原來冇先例。 所以對於趙光義嚟講，雖然已經任進王同埋開封府尹，但係咪真係可以繼承王位呢？都仲係未知之數嚟嘅。呢個宋初三大疑案之一嘅竹影虎星啊，就係喺咁嘅背景之下發生。係咪所不用其極？呢個正正係特點所啦。而家《議事規則》咧係有漏洞，係好明顯。由我指點江山，充滿共同意志。 香港每日都有接近3000個病人，急需器官移植。根據史書記載話，除咗支持同盟後，想為立法一地立法嘅時候，而唔係限制新自由。宋太祖趙匡胤呢，就將弟弟趙光義召入大會，兩個人飲酒傾偈。嗱，咁佢兩兄弟傾密偈呢，旁邊就係美豐有人嘅。
所以都還官啊，視為阿公和婢女啊等等等等，原協會話將一定提出要求新增加，嚴重損害新聞言論同採訪時間，但強調新聞自由同公眾知情權，但強調新聞自由同公眾知情權，不能夠政治講明，出力咁動怒地指責，大聲到趙光義話。 汪汪已經揚揭詞，美國國務卿第立森通電話話，安排美國總統特朗普下星期訪華請。兩日特朗普鬆國國事務辦公室同總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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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
仲少前有經過嚟睇，無論宋太宗趙公義定係佢啲手下親信咧，對呢班嘢都係有所預備。你睇下嗰個陳德啊，無啦啦鎖住趙公義門口，若然真係趙公義身體唔舒服嘅，就入鬼咗佢啦。有門口做乜鬼啫？肯係等消息啊！我仲有，因為黃繼恩講得好直白，話時間一長，佢俾其他人佔咗去噶啦。咁好顯然啊，佢同趙公義之間咧，亦都係有所默契。至於趙公義點樣送皇后之後，第一句説話就話共睹富貴，亦都説明啦。佢對於而從送皇后嘅言行之中啊，我哋可以睇到，就算趙匡胤嘅死唔係趙公義落手啊。呢個皇帝位咧，佢亦都係硬撐搶翻嚟。趙公當其時趙匡胤暴弊啊，宋皇后要揾嘅係趙匡胤，而唔係趙公義。咁呢個一方面就説明趙匡胤並冇圍剿，匡胤準備傳位俾邊個？咁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見到啊，起碼宋皇后想自己個仔繼位。英倫銀行貨幣政策委員以七票對兩票，通過上調基準利率四分一厘，係2007年7月以嚟首次加息。符合市場預期，賣債規模維持4,350億英磅。英倫銀行預計英國上月通脹達到3.2%，因為物價升勢現時主要由工資同本土消費增加帶動。呢單嘢疑點多多，但係裏邊嘅細節咧就好難追究。大家不妨可以發揮自己啲想像力咧，自行去揣測下。不過我哋都可以攞一啲歷史嚟參考下。根據《晉元錄》記載，話後蜀嘅花蕊夫人喺亡國之後咧，就跟咗趙匡胤。但係趙公義一路都隨意佢哋面色嘅，咁呢一晚飲完酒之後咧，趙公義跟宋太宗分咗，但係都買唔捨，成日搖起花蕊夫人。咁趙匡胤一扎扎醒，但係個細佬搖起緊嘅杯子喎，之後接受路透訪問時重申，英倫銀行要設法確保不能收入趙匡胤都做好做好做咧，都係揾到根據啦。呢個野史嘅嘢咧，大家聽下算啦，未必可以當真嘅。至於《竹影虎式》裏面嘅虎，有人咧就話係趙匡胤攞虎頭斬死嘅趙匡胤，咁呢個講法咧有啲唔太離譜啦。小安處呢間嘢咧？一係佢冇事攞嚟揸住買本嘅，一係咧就係銀行嘅用舉。咁有陣時喺房裏邊，就只可能銀行用舉啫。無論如何賺唔死啦，況且就算真係得啊，趙公義都冇理由會咁中意啦。所以若然真係趙公義害死嘅大佬咧，咁最大可能啦就喺走人亡羊啦。趙公根據歷史話。趙公義呢個人咧，好擅長用毒嘅。南唐後主嚟咗毒，但係俾佢人兄姬虐毒死啦。會市反應大，英倫銀行宣布加息，但未來再加息只會緩慢進行，英鎊先升後跌，對美元觸及3.5個星期以嚟最低，跌1.5%左右。睇美元嘅最新匯價，對日元114.03，英鎊1.3002，瑞士法郎0.9994，歐元1.16。而去到12月22日啊，佢就宣布改元太平天國，歐元0.771，港元7.802。日子繼父以弟繼興，出於對前任皇帝嘅尊重同承認咧，當年就唔改元嘅。整個宋朝啊，除咗宋高宗趙構因為非常事態即位嘅時候馬上改元之外咧，其他嘅君主都係沿用舊嘅年號，去到第二年先改元嘅。宋太宗呢個做法啊，可以見到佢對於搶奪皇位咧，唔多唔少有啲心虛啊。而且登位之後啊，佢亦都不及待向世人證明自己繼位乃順理成章。咁所以喺即位嘅大赦詔書裏邊咧，佢就自稱小子聰也，意思咧就係年幼嘅繼承者。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建議，公布稅務改革計劃，建議由企業税大降低工資先子税額，大大聲宣布啊，自己係哥哥宋太祖趙匡胤嘅忠實繼承者。咁即位之後咧，社交媒體 Facebook 預計出年開始會大幅增加，股價下挫，趙廷美啲仔女當年自己嘅仔女一樣，即係皇子皇女。總統特朗普提名聯邦儲備局理事鮑威爾出任主席，美斷買管入市，大市重拾升軌，標普500指數收復失地，連升第三日。之前自己做皇帝細佬嘅時候，就負責開封府，而家自己做皇帝啦，就由個弟弟趙廷美負責開封府。
最後都創收市新高。飛機製造商波音向聯合科技股價股係升超過1%，係升幅最大兩隻道指成分股。喺科技股方面 ，Facebook 跌2%，電動車廠商 Tesla 跌近12%。納斯達克指數幾乎完全收復失地，收市報6714點，跌1點，係連續第二日下跌。無線電視記者陸子琪報道。在美國買賣的港股結合證券造價普遍高過本港收市價，匯豐控股收市跌合75.45元，比本港收市跌4毫，中移動79.21元升6.1仙，中國石油股份5.37元升7仙，中國海洋石油11.1元升4仙，中國石油8.52元升6仙，騰訊控股3.63元升9仙，中人壽27.45元升6仙，長和99.48元升0.8仙，港交所224.56元升7.06仙，而聯想集團係4.7元升2仙。宋太宗因為北京失禮，有消息話美國政府可能會尋求阻止美國第二大無線通訊商美國電話電報收購傳媒機構時代華納。美國電話電報去年10月同意以$854亿收購時代華納，預期可以喺今年年底完成交易。大競爭對手同埋消費組織反對交易，擔心美國電話電報對媒體會有過大影響力。《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人士報道，美國司法部正係同兩間公司談判，同時正做好準備，一旦兩間公司拒絕接納審批條件，就會提出訴訟阻止交易。我估佢心裏邊喺度偷笑。金價連升第二日，受惠於美元匯價同埋美國國債知息率下跌，現貨金曾經觸及兩個星期以嚟最高。但係美國眾議院共和黨議員公布稅務改革草案之後，升幅收窄。大約期今年每安市1,278.1美元收市，升80美仙。輪到黃金每安市賣出價目1,277.27美元。傳俾個細佬㗎。呢個問題究竟點樣解決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嘛。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嘉賓者張文彩，落嚟又係大家喜聞樂見嘅廣告時間啦噃。上報社評，大家介紹下我嘅微信公眾號。中央立法會嘅抗爭模式，發展到如今嘅水火不容。叫做朱海明寧願釘喺收穫處之上，亦都要同政府戰鬥到底。令人不安嘅係，只等行徑活躍處，就係彈頭目的，不擇手段，不惜犧牲新聞自由。咁樣嘅抗爭冇底線策略，唔單止容易造成兩敗俱傷，甚至會導致香港全民皆輸。咁大家若然聽電台錯過啲時間，係又或者想重温一下咧，都可以關注下呢個公眾號。而第二樣咧，分享我啲個人嘅創作，係例如一啲評論文章啊，又或者一啲短篇小説啊等等。而第三樣咧，就係最近增加嘅，我關注國學教育，係尤其係少兒國學教育嗰啲內容。例如同大家用故事形式講下歷史啦，係啊，例如今日一啲少兒國學教育嘅心得體會啦等等。如果朋友或者揾人幫手，大家幫我關注下啦。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啊！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無阻留下。立法會尋日最終被迫休會，為阻撓高鐵西九龍站嘅梁條，反對派仍然挑戰香港尊重新聞自由、重視公眾知情權同埋參與權嘅社會主流價值，作出拉布行為。反對派如此毫無底線咁拉布阻礙一地兩檢，只會令到包括佢選民在內嘅市民感到失望同反感。天氣預測大致天晴，稍後雲量增多同埋有一兩陣雨，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風勢較大，天氣稍涼。